回来再回答。谢谢吴云珍。好，马上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吴云珍老师好。这首歌曲呢，它其实非常经典，所以你唱错了几个音就非常明显。譬如讲哦，上尾一句塞哟那啦塞哟那啦，音是安尼，我分解给你听了嘛。塞哟那那塞哟那啦，这样才是完整的。所以这首歌你就变成你的音这里就两段都唱错，那很可惜，因为它太经典，不能更改哦，不然的话你的音色唱这首歌太适合了。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好，我先讲小珍老师好。那今天你唱歌说实在我非常惊艳，谢谢老师、哦、就是你很自然的，然后用你的特色去把这个歌诠释出来、哦、我觉得唱得非常好，谢谢老师、哦